高三那年，校花宋书瑶曾找我借过一笔钱看病，并让我不要和任何人说。结果她是拿去做流产手术，大出血死在了小诊所的手术台上。多年后，高岭之花学神陆景年疯狂追求我，向我求婚，直至我怀孕八月，他将我囚禁在郊区地下室，生刨了我的肚子，道：“这是你欠瑶瑶和我们的孩子的。”原来当年校花临死前曾握着他的手，让他不要怪我，他认定了是我故意要害死他心爱的女人和孩子。那天我在陆景年的屠刀下死不瞑目，而后带着滔天的恨意重回到了宋书瑶找我借钱的那天。一被关在地下室的第十天，我的身上已经出现了难闻的气味。在这期间，我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想要逃出去，可是都毫无作用。这间地下室在三年前建造时就是专门为我打造的，它只有一个出口。就在我彻底绝望时，门缝间突然透出一丝丝光亮。饥饿已经让我头晕眼花到站不起来，我小心翼翼地扶着肚子朝楼梯爬去。一双精致的黑色手工皮鞋出现在我眼前，鞋的主人将脚踩在我的手掌上。我仰头看着来人，另一只手紧紧抓着他的裤脚，最后祈求道：“陆景年，我真的不知道宋书瑶怀孕的事，她当时只说找我借钱看病。”陆景年一把扯住我的头发，皱着眉头厌恶道：“你以为我会相信吗？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提瑶瑶的名字？你知道瑶瑶有多好吗？她临死时还说出了你暗恋我的事，让我忘了她，好好照顾你。”他神色癫狂地诉说着。我暗恋陆景年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宋书瑶都还没有和他在一起，甚至于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宋书瑶怀上的孩子竟是他的，我都是被陆景年囚禁后才知道。可是现在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没用了，宋书瑶已经死了，肚子里的孩子不安地跳动着，终究还是不忍，他已经有生命了。我忍住眼泪看向陆景年继续道：“你可以杀了我为宋书瑶报仇，但是孩子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求你放他一条生路好吗？”孩子，你真是蠢得可笑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这贱人怀上我的孩子，给你找个野男人倒是便宜你了。我只觉五雷轰顶，难怪难怪，我们结婚以后他碰我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我大多毫无意识，他只说我是太累了。现在想来，只怕他一开始就下药谋划了。这般想着，恨意瞬间把我吞没。我趁陆景年愣神之际，张口咬住他的虎口，几乎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血腥味充斥在我的口中，我只恨不得和眼前的人同归于尽。利刃入腹，剧烈的疼痛席卷着我的神经，我的手脚都被绑着，想要求一个痛快都办不到。陆景年举着血淋淋的婴儿放到我面前道：“程渊，你害死了我的孩子和瑶瑶，现在终于轮到你了。”我睁着眼睛死死盯着他，恨啊恨啊，我只是借了一笔钱出去而已，我只是在年少不知事时对这个人起过一缕缕情愫而已，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落到这个地步？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痛苦的虐杀？为什么害我的人还可以恬不知耻地将所有责任推在我身上？我宁愿化作恶鬼，也要将他剜心结舌，咬下他的每一寸血肉报我血仇。也许是执念太深，我的眼前突然升起一片迷蒙的白雾，再次睁眼，我竟然回到了宋书瑶找我借钱的那天。二，宋书瑶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还在教室上课。我们的高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同时是一级示范性高中，所以平时老师管得严，基本没有玩手机的机会，只有少数同学偷偷带到宿舍，等晚自习下课可以玩下。因为他最近找我比较频繁，他和我说他感觉身体不是很舒服，我一直劝他去看医生，怕错过他的消息。我今天中午只是买了个面包就急急地跑回宿舍，可能有些低血糖，我头晕目眩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睁眼的时候，关于上一世的所有我全都想了起来，汹涌的恨意顷刻将我吞没。我握着手机的手都在发抖，对话框里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句子发了过来：“渊渊，不好意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生了点病，需要至少5000块，可我身上只有2000多，你能借我吗？我保证一定还。”上一世我追问他是什么病，他恼羞成怒地回道：“你是害怕我不还是吗？我和宋书瑶打小就认识，在拿捏我的手段上他一向是得心应手的。”就这么一句话让我陷入了自证陷阱，在那时我的观念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能让他这么想？也许他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隐私罢了。我当时因为是学生，攒了2年多的零花钱也只有2000左右，还差1000，我的生活费是800一个月，我借了2500给他，他还说不够，让我再想想办法。于是我只有找寝室的室友凑，就这样又凑了500给他，以至于后面的2个月为了还债，我都是靠吃1块5两包的老北京方便面度过。后来我没有等到宋书瑶康复的消息，甚至于借完钱后我就再没有联系上他了。直到高考后一次偶然间，我听我妈聊起，她说宋书瑶在小诊所做流产手术大出血死了。我当时宛如晴天霹雳，我和妈妈爆发最大的争吵，我问她为什么不和我说，她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情绪道：“和你说有什么用？你不需要高考吗？我说过你们不适合做朋友，还有程渊，我希望你明白，你干涉不了任何人的命运。”后来的日子我陷入无限的自责中，我总觉得我要是再细心一点，再多问一问宋书瑶是不是就不会死。和陆景年结婚之前，我曾剖析自己和他提起这件往事，当时他将我紧紧按在怀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
但是他的眼泪砸在了我的脖梗里，我当时感动得一塌糊涂，以为自己找到了灵魂伴侣。他能理解我的所有，甚至于痛我所痛。他落泪的时候，是在想我说的是真是假，还是为他的复仇又更近了一步而兴奋流泪。三，重来一世的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傻的可怜的高中学生。我翻动着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脸色越来越冷。他自从高二辍学后，就经常给我发一些外面灯红酒绿的生活，然后故作撒娇道，渊渊，真不明白读书有什么好的，你不觉得闷吗？要不你今晚翻墙出来，我们去酒吧好吗？姐带你开开眼界。而我的回复是，瑶瑶，你一个女生不安全，趁你的学籍还保留着，你快回来复读吧，不然以后咱们成年了做什么呢？成渊，我只是不擅长读书罢了，你有必要在我面前炫吗？他的话有些过分了，我后面不想回他了，当时是真的很生气。结果他很快又来找我，偷溜进学校给我送花。好渊渊，不要生气了好吗？你知道的，我这人就是这样的性子，不会那些拐弯抹角的，我就是想让你和我一样开心，心疼你每天太累了而已。舒瑶，做什么都会累的，我只是想让以后不要那么累。算了，不和你说了，书呆子。宋舒瑶真的是心疼我吗？心疼我他会在摸底考试的时候和我闹，让我溜出学校给他过生日。心疼我会美其名曰让陆景年不要怪我，然后添油加醋的和他说我高一的时候动过的那一点点的情愫。这般想着，我看着聊天框里他焦急发来的消息，神色冷漠的打字回复道，瑶瑶，你借这么多钱来干嘛？是什么病啊？他如上一世一般恼羞成怒，一条又一条的消息疯狂弹过来道，什么意思？程渊，你不想借就直说好吧，你是看不起我是吧？你担心我还不起对吧？我看到这些消息只觉得讽刺可笑，拒绝的话就要从指缝间打出去，却下意识地想到了个更好的办法。我的好朋友，死是多简单的事啊，活着才好玩呢。瑶瑶，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可以和室友凑一凑，要不你下午来班里找我，我给你呢。渊渊，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下午见。四，下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宋舒瑶准时来到班级外面找我。下一节课是语文老师秦宇的课，他外公是老中医，所以这个老师会一些基础把脉看病，平时学生有什么不舒服都是他及时发现送医的。我故意在班里借钱，把宋舒瑶生病的事搞得沸沸扬扬。上一世他再三叮嘱我，让我不要给任何人说，他说他不想让人讨论他。这一世借钱比较困难，他甚至都忘了给我说这个，不过他说了我也不会遵守的。渊渊，钱凑够了吗？他着急地抓住我的手道。我正要说话，秦宇老师突然出现，一把抓住宋舒瑶的胳膊道，宋舒瑶，你借钱干嘛？还是这吗？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到了极点。宋舒瑶，去我办公室一下。就这么一句话，宋舒瑶脸色大变，直接甩开秦宇的手道，我已经不是这里的学生了，你凭什么管我？不是这里的学生，那你为什么还来这里？把你的家长叫来，你的学籍我还要和他们说下。老颠婆，你烦不烦？你想叫谁就叫谁是吧？凭你脸大就可以了是吧？宋舒瑶钱都没有拿，推开秦宇老师就跑了。五，晚上回宿舍，我登上 QQ， 焦急地询问道，瑶瑶，你怎么和老师发那么大的火？你的病怎么办？你钱都还没有拿到呢。不用你假好心，是你故意让大家知道我找你借钱的是吧？瑶瑶，你就这样想我的吗？我钱不够，肯定要找别人借呀。生病难道是什么不能说的是吗？发完我就关掉手机，蒙头睡觉。梦里陆景年的那张脸越来越清晰，他的脸上全都是我的血，就那样盯着我，像索命的恶鬼。可是我却出奇的没有害怕，而是死死睁着眼睛，想要记住他的样子，甚至在梦里胡乱的抓着东西，想要和他同归于尽。醒来的时候，我的拳头捏得紧紧的，一身的汗水将睡裙都打湿了。陆景年，这一世我要把你加诸我身上的痛苦千倍万倍的还给你。六，语文老师秦宇是个很负责的人，在他发现宋舒瑶怀孕后虽未声张，但是立刻找到了班主任，一起联系宋舒瑶的父母。他们想着宋舒瑶虽然辍学了，但是还是个未成年，怕他出什么事。宋舒瑶的父亲是个很要面子又藏不住事的人，当即抓着宋舒瑶破口大骂。很快附近的邻居都知道了，其中就有和宋舒瑶家很近的同学，陆景年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一连请了三天的假，回学校以后，陆景年大步朝我走来，看起来来势汹汹。我坐在书桌旁做题，他顺手拿起旁边的一摞书，直接朝我砸了过来道，程渊，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我轻松躲开，而后起身一耳光甩在他脸上道，神经病吧你。我是哪种人啊？他被我扇得愣在当场，反应过来的时，整个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一把就要冲过来挥拳打我，却被旁边的男同学紧紧拉住。我在旁边一脸不解地问道，陆景年，你说清楚我怎么你了？程渊，你干了什么事你自己知道，我警告你，你在做什么小动作我不会放过你的。哦，让你说你又不说，你连我干了什么你都说不清，那你现在是在发什么癫啊？陆景年想说又欲言又止没有说出口，他似乎不想让人知道他和宋舒瑶偷尝禁果，还知他怀孕的事，只是撇开了拉住他的同学，整理了下已经乱了的外套道，没有什么事，就是我个人不喜欢你，对你不满。
你这样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满意了吗？哈哈哈，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呀？你喜不喜欢我关我什么事啊？你是谁呀？哪来的大脸啊？程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看着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只觉得可笑。看来宋书瑶很早就给他说了我们从前的聊天内容。他们俩都很自信，宋书瑶觉得他真厉害，拿下了我喜欢的人。陆景年毫不怀疑宋书瑶说的真假，他自信的觉得我一定是喜欢他的。我知道什么呀？你说话真是永远都说不清楚。还有啊，如果你真的对我有什么不满，那我建议你可以先冷静一下，想想要对我说的话，再找一张大小合适的纸，把不满全部写下来。你改了，我也不会对你改观的。不是，你想多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去死的时候可以含在舌头底下，说不定下辈子你就会好好说话了。程渊，不要一直叫我的名字，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名字都变得挺恶心的。气，和陆景年吵完架，出乎意料的是宋书瑶再次主动来找了我。晚上一下晚自习，我就收到了他的 QQ 消息。渊渊，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喜欢陆景年的吗？你怎么会和他吵成那个样子的呀？陆景年告诉你的。手机那边停顿了下，很快就发了信息过来。什么呀？陆景年怎么可能告诉我？我又和他不熟，我是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喜欢他吗？我比宋书瑶更先认识陆景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同一个竞赛小组。他皮相生得好，人也有礼貌，最主要我有次放学回家太晚了，遇见不好的人，是陆景年及时出现赶走了对方，并且还一路送我回家。后来宋书瑶谈了好几次恋爱，他问我要不要试试。他说高中没有谈过恋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个时候最青春最懵懂，只有这个时候喜欢上的人才是真正喜欢的，以后的人生遇见的人都掺杂着权衡利弊和成年人之间的算计。我当时觉得他这句话怪怪的，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他，只是沉默没有说话，但是脑子里闪过了陆景年的身影。我和宋书瑶自小相识，他马上逼问我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就是这个人帮了我，他人挺好的。他说那就是喜欢，并且让我一定要把握机会，不然错过了就是一辈子。宋书瑶高二上就辍学了，他不知道后来的我们后来的高中生活实在是太忙太累了，那一点点情愫早已不知道忘在哪个犄角旮旯了。甚至于后来他死了以后，陆景年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恍然如梦的想起那段我自以为比较美好的邂逅，结果就是这层朦胧的好感成了我的催命符。想起这些，我看着 QQ 里的对话，故意不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移话题道：瑶瑶，你的病怎么样？先不聊这个，我问你和陆景年的事呢？我和他没有什么事啊，都是同学，又在同一个竞赛小组，就是他那天对我动手，我比较生气而已。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我故意不回那条消息，直接关机睡觉。很快就要到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的时间，上一世陆景年没有参加高考，直接通过这场比赛保送了清华。怎么办？这一世我怎么能让他这么顺利呢？如果不能一步一步毁掉他的人生，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QQ 上宋书瑶继续不厌其烦地找着我，我恢复从前那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劝他道：瑶瑶，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呀？这些事都不重要，学生时代的感情就像握不住的沙粒，风一吹就散了，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肯定还是升学和前途啊，感情不过是人生的调味剂罢了。他没有去打胎，被陆景年藏了起来。我妈和陆景年的妈妈是同事，经常听他妈妈吐槽说陆景年最近的消费越来越高，可能是临近比赛压力大。渊渊，你太功利心了，这个世上有比升学名利更重要的事，可惜你永远都不会懂。我他妈只是正常的读个书考个试我就功利心了，真会给人贴标签啊。那是什么事呢？我们现在除了学习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和陆景年现在最重要的都是这个呀，其他的都不重要。行吧，书呆子，你以后就会明白的。宋书瑶很努力的想让我明白。于是陆景年后续旷课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于有两次学校专门请的名师来上的辅导课，他都敢找理由翘课。为了让陆景年失去这次保送机会，我和宋书瑶一起努力着。重活一事，我还有支线发财任务。我最初尝试过想要说服我妈买股票，但是她只是觉得我每天念书念魔怔了。时不我待，我妈和我爸离婚离得早，基本是妈妈一个人抚养我。我有一笔教育基金在一张单独的卡上，我剑走偏锋的趁她睡着后动了那笔钱，并且提前删除了短信。幸好有多活一事的经历，这张卡的密码在我高考过后妈妈就告诉我了。而后我去了网吧注册了股票账号，在物理竞赛前那笔钱就被我翻了好几番。我将本金转回了那张卡上，然后用那笔钱资助了当时学校里一个即将放弃高考的女生李岩。她的成绩不比陆景年差，只是因为她爸爸生了重病，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她迫不得已才放弃高考，选择肩负起家庭的重担。我提出资助她的时候，她一脸惊讶。我随便编了个理由，说是我妈单位的同事想要帮她。她感动得落了泪。陆景年最近要么不来上课，要么一来就打瞌睡，毕竟照顾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孕妇还是挺难的。最后比赛那天他差一点就要迟到了，我站在三楼的阳台往下看，就看见宋书瑶双手护着肚子朝他追过来。
似乎看见了我的身影，他快速地躲在了旁边的树后面。我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继续和李岩聊着天，开开心心地进了考场。没过几天，考试结果就出来了，我没有拿到名次，很正常。我上辈子一路硕博读的是医学、生物学方面的专业，这次来也不过是混个经验。还有就是，我要确保李岩和另一个男生顺利到考场。上一世隔壁学校的谢晨在考试当天出了车祸，这一世我提前在竞赛班和他认识，拉着他走了另一条路。我乐此不彼地给陆景年增加着对手。如我所料，李岩是第一名，第二名还是上一世榜单上的一个男生，至于第三名是谢晨。陆景年彻底失去了这次机会。出结果那天，老师安慰他，景年没事，还有高考，老师相信你的实力一定会考上的，只是你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这段时间是生病了吗？陆景年低头沉默了下，而后重拾勇气道，没事老师，我参加高考也是一样的。我在旁边看着书，尽力克制住不看过去的欲望，我怕我眼里的恨意再也藏不住。陆景年，你想的真美啊，我要是能让你顺利参加高考，我还重来这一世干嘛？你不在谷底，你不下地狱，我怎么能活下去呢？这只是开始，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的翻身机会了。爸，高三最后一学期，我们是越来越忙，我忙着每天鼓励宋书瑶，和他描绘大学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我在网上搜各种大学情侣恋爱的博主公众号分享给他。书瑶，你要不要重新回来读啊？没有读大学，人生总是会有遗憾的，我觉得恋爱要大学里去谈才更有滋味。大家都熬过了高中，大学里青春年少，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多美好啊。一定要有共同的话题才能谈恋爱吗？两个人在一起肯定要三观相近，聊得来啊。你看像我爸妈差距太大就离婚了。算了，不说这些。渊渊，你和陆景年和好了吗？哎，我不想想这些，以后的事留给以后吧。我不准确回答他，每次都给他模糊的答案。直到临近高考，我主动找他说道，瑶瑶，其实我都不懂为什么陆景年之前的比赛为什么没有拿到名次，他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虽然和他吵成了那个样子，但还是希望他考上。今天还听他在班里说他对花生过敏，你觉得我要不要买过敏的药送他呀？怕宋书瑶不知道这件事，我专门和他说说。陆景年对这次高考很重视，食物都是他妈妈亲自送的，但是最后的高考他还是错过了。高考那天他因为过敏紧急送了医院，又因为送的太迟了，长时间的窒息让他的脑袋好像都出了点问题。而他之所以过敏，是因为和宋书瑶接吻，对方提前吃了花生。宋书瑶害怕他康复的太快，过了很久才发现脸涨成紫红色的他。九，陆景年住院的第二天，我还在参加高考。刚一出考场，准备吃个午饭，好好休息，以便有更好的精力参加下一门考试。宋书瑶就捧着一束满天星来找我，他哭红了双眼道，渊渊，对不起，我一直没敢和你说我和陆景年的事。什么事啊？他低头满脸愧疚地看了看肚子道，渊渊，其实我上次来找你借钱是因为我怀孕了。啊，我继续配合着他惊讶。你不想知道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吗？谁呀？是景年。渊渊，你不会怪我的对吗？我嘲讽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可笑啊，我竟把这样的人当作朋友。他见我没有说话，又一股脑地把那束满天星塞在我怀里道，渊渊，你会祝福我们的对吧？这是他送给我的花，他说满天星是默默守护的爱情。渊渊，我相信你也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我没有接那束花，就那么任由它掉落在地上，而后伸脚重重地踩在上面，狠狠碾压道，那你为什么挑在今天和我说呢，我的好朋友？渊渊，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怎么想你了，我的好朋友？瞧瞧你，可真好笑啊，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喜欢上那种劣质男人吧？就你把他当个宝，现在躺医院治好了估计也会流口水，以后当好你的贤妻良母，照顾好的你大宝小宝吧。只是自今日起我们不再是朋友了。程渊，你什么意思？我一脚把那个花踹到旁边的垃圾堆里，玩味道，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断交的意思懂吧。程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比我更会读书，有个爱你的妈罢了。身后他的谩骂声传来，而我却毫不在意。十，三天的高考结束后，陆景年都还没有出院，考试结果很快出来了，我选择了和上一世一样的学校，而陆景年选择复读。只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首先当时的过敏窒息时间太长，他的脑袋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回来了一次摸底考试，据一起复读的同学说，陆景年连年级前100都没有进。其次，宋书瑶的孩子生了下来了，这件事再也藏不住。陆景年的爸妈恨透了宋书瑶，他们觉得是他毁掉了他们的宝贝儿子，一点好脸色都没有给他。而宋书瑶的家里也一直在找他，结果却发现他已经生下孩子了，气得他爸爸差点当场晕过去。陆景年每天疲于处理这些琐事，我高兴的又连做了半个月的实验。我想早点毕业，我想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上一世的资源和成就，而且这些东西其实比高中知识对我来说更得心应手。十一，我大一上刚结束的时候，陆景年已经在辍学边缘了，他妈妈每天都和我妈抱怨这个儿子以后怎么办，我这么贴心当然要帮帮他们了。我给他妈妈介绍了 B 市最好的辅助生殖医生，是我的同门师姐。陆景年妈妈其实一直想要生一个二胎，
只是当年生路几年伤了身体，再也怀不上。终于因为学校的各种落差以及家里的各种琐事，陆景年这次高考都没有坚持到，就放弃了学业。宋书瑶家里已经不管他了，陆景年各种威胁他爸妈照顾宋书瑶，直到他妈妈怀二胎的消息传来，他彻底崩溃，发疯一般在家里大吵大闹，被他爸爸按在地上暴揍了一顿后，他终于老实，选择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没有学历，脑子也不像上一世般聪明，他最终选择了进厂，由宋书瑶在家里照顾孩子。说实话，看起来好像他已经很惨了，但是我一想到上一世尖刀剖腹的画面，我就恨不得将他剥皮抽骨。可是他现在不惹事，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直到李岩和谢晨来找我玩，谢晨请我们去酒吧放松，我和李岩起初都想拒绝，但是李岩想着我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最终改变主意，拉着我和他们一起去。灯光闪烁，年轻的少男少女舞动着腰肢，强节奏的音乐在四周环绕，我眼前醉醺醺摇晃着身体的人好似变作了宋书瑶，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了，我有些抓不住。直到旁边一对小姑娘其中长发的问短发的道，你真的不记得到底是谁的了吗？灵台一下清醒，对呀，我和陆景年重逢到结婚一共好几年，一个那么谨慎小心的人怎么可能高中就让别人怀上他的孩子，而且我和宋书瑶从前的关系，他所有的恋爱关系我大多都知道，这也是上一世我从未想过他会和陆景年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一直都有稳定的男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是我又不敢完全确定，毕竟宋书瑶不至于那么疯癫吧。这么想着，我很快出了酒吧，当晚就联系了一个私家侦探。毕是第一场春雪的时候，我等到了消息，宋书瑶当初和陆景年在一起之前还有一个当地做房地产生意的富二代男友，只是他们在一起很隐秘，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有旧情复燃的动向，这样一来就好玩了。12一个很平常的晚上，陆景年的工友拉着他去酒吧放松，他本来是要回家带孩子的，但是耐不住工友的热情，他的日子过得很是拮据，但还是想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那晚他没有放松，而是被临时穿上工服去卡座兼职给客人倒酒，然还没有走过去，就看见他的妻子在主动索问一个男人，他正想冲过去，却听见他的妻子软语惆怅道，阿元，你还在怪我吗？你当时不理我，我又怀着孩子，我和孩子都需要一个人照顾啊。陆景年只觉得他的世界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他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压制住自己，没有追过去质问那对狗男女。他脱了工服，一个人回到脏乱的城中村，他不停地想，他是如何落到如今这个地步的，是什么时候呢？是他知道宋书瑶怀孕的那天，还是保送竞赛的敷衍对待，还是彻底断绝他人生高考当天的那一个吻，又或是人到中年突然着魔一般要生二胎的爸妈？他感觉所有的意外和奇怪离谱全部向他围剿而来，就像一潮又一潮的浪花，让他毫无应对的力气，直至彻底跌入谷底。他买了很多酒，这是这两年来他喝过的最贵的酒，从前他很难受，却连借酒消愁都做不到，一个是便宜的酒都很难喝，喝了头还会痛，二个是宋书瑶很讨厌酒的味道，他是真的很爱很爱他呀。曾几何时，他觉得他是那样的鲜活，就像在他沉闷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光彩，可是现在他才发现，这好像不是光彩，是令人窒息的深渊，他一步一步成了他的献祭者，他毫无负担地享用着他的人生。13陆景年不知道喝了多少瓶酒，宋书瑶终于回来了，他脸色酡红，有些难以掩饰的厌恶道，你到底喝了多少酒，你这样谁能和你生活下去？和我生活不了下去，那和谁能生活下去呀？陆景年嘲讽地笑了笑，宋书瑶有些心虚的不敢看他，然后快步走到沙发旁，一把抱起孩子道，陆景年，你不能把人生所有的过错都推在别人身上。这话彻底激怒了陆景年，他一脚踹在他身上，宋书瑶猝不及防，整个人都摔了出去，头砸在酒瓶上，顿时就鲜血直流，炫目的红让陆景年整个都兴奋了起来。宋书瑶看着他发红的眼睛，彻底害怕了，努力安抚他道，景年，你不要冲动，想想我们的孩子。这不说还好，一说陆景年的情绪更激动了，孩子？谁和你的孩子啊？景年，你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宋书瑶已经吓得整个人都发抖了，陆景年顺势又敲碎了一个酒瓶道，我他妈的问你谁的孩子啊，臭婊子。他就着玻璃碎片对着那张美丽的脸就割了下去，皮肉被划破的触感以及宋书瑶的惨叫声，孩子的哭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的脑子里划过了很多的画面，地下室里女人痛不欲生的哭喊声像电影画面一般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只觉得头疼欲裂，手下疯狂地用着力，他又敲碎了一个酒瓶，他的手握着瓶口，瓶身的碎片又尖又长，宋书瑶被吓得呼吸起伏不定，他看着他平整的小腹，就那么一瞬间用力地捅了进去，这个动作是那么的熟悉，好似他曾经就做过，直到邻居敲门的声音响起他才惊醒，看着身下如同血人一般的宋书瑶，他慌忙地松了手里的玻璃碎片，然后从三楼的窗户跳窗跑了，幸好楼下停着一辆宋书瑶用来代步的机车，夜色是很好的掩护，他像过街老鼠一般的逃窜出了这座城市。14后续的事我是从侦探那里知道的，宋书瑶被彻底毁了容，还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个富二代成员根本不认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只得蒙住脸去做一些打扫马路的工作来养活孩子。而陆景年就此消失了。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下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程渊，你报仇报爽了吗？我的人生全被你毁了，你满意了吗？我很快反应过来，是陆景年。怎么能说是我报复你呢？这不是成全你吗？你怎么消失了呀？你的爱人孩子怎么办？闭嘴，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笑死了，你怎么不放过我呀？一只恶心令人作呕的臭虫也配合我比。你没有搜过我的信息吗？我现在可是享誉国内外的医学生物学家，你能靠近得了我吗？鱼愿意上钩才是最好的。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经常出现在各种出采访节目里，不停地在公众面前刷存在感，以及发发我的生活日常，豪宅豪车，美男接送。而陆景年正在全国各地逃窜，我每一次出现，网上都会有详细的时间和地址。陆景年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向我报复，只是我身边的安保太严了，他连靠近我的机会都没有。直到我带着他父母参加我师姐的辅助生殖相关的节目，那天我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程渊，你这样把我逼到穷途末路，我下地狱也要带着你一起。终于在一场活动里，他提前躲在通风口两天蹲到了我，只是刚一下来就差点被抓住，为了逃掉，他选择撞碎旁边的落地窗，从旁边的绿化带跑了。抓他还是很好抓的，但是我怎么能让他那么好过，直接进监狱呢？那是对他来说最幸福的选择了。我就是要不停地刺激他，不停地挑动他的情绪，这样他才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报复我，他才会愤怒到失智。接下来的日子，我玩了几次后就觉得没意思了。很快，一则我要去往 A 国做研究的消息传出。此次前往是选择坐轮船，一方面进行海洋生物研究，一方面会途经公海。经常杀人的都知道，公海上可是杀人最方便的地方啊。陆景年，你可一定要抓住啊！这么好的机会，我主动给你。大海上的夜晚，暗无天日，是没有尽头的黑。陆景年一露头就被安保抓了。我在关他的密室里故意放一个关于怎么让男人怀孕的研究论文，其实根本没有这种实验，我也没有无聊到要专门去研究，我只想让他极度恐惧到崩溃，只要他挣扎得够用力，就可以挣开捆绑着他的麻绳。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只有两艘游艇，还有一艘是十几个有名的爱玩男人的富豪开的。夜晚的看守没有很严，陆景年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从甲板上跳了下去。他恨毒了我，爬上了另一艘游艇，选择去讨好那几个男人，真是辛苦啊。那几个人可是出了名的会玩，甚至在国内可以称为男人的噩梦。再次见到陆景年的时候，他憔悴的吓人，走来一瘸一拐的，屁股夹得紧紧的。他躺在床上，了无生趣的任由医生摆弄着他。他一见我就情绪格外激动，杀了他，杀了他呀！你们答应了我的，只要我让你们，你们就……其中一个男人走过去，啪的一耳光抽在他脸上，道：答应你，答应你什么了？男人在床上说的话能算数吗？陆景年一只手捂着屁股，一只手捂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男人。别说，还挺娇的，我见犹怜。可惜这几个富豪是出了名的辣手摧草。其中一个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眼眶通红的陆景年，直接从腰间抽出了皮带，对着他就抽了下去。你是喜欢叫是吧？那你给我叫个够啊！叫啊！陆景年一跑就牵动着伤口，最终他只能捂着屁股蹲下来，任由他抽。我看够了，就转身离开。其中一个富豪抓着我的手臂，盘根问底地问我：程博士，男人真的不可以生孩子吗？这人脑子有泡，一直想让男人给他生孩子。这也是他一直跟着我，以及今天把我叫过来的原因，还说可以花大价钱让我研究。我去研究那个干嘛？好像违法的吧？但是我想着趴在床上撅着屁股养伤的陆景年，心里的恶意不断涌上，故意恐吓他道：这个我们单独聊聊。门里陆景年歇斯底里的声音不断传来，我想可能报复也只能到这里了，只能想办法让他回国坐牢了。却没有想到隔了几个月收到一条消息，陆景年自己拿刀切开了自己的肚子。他总怀疑自己的肚子里有孩子，一方面是长时间在海上，他又一直被关在船舱里，加上那几个男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导致他精神出了问题，真的以为自己怀孕了。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最终用刀不停地割着肚皮，把手伸进去道：出来，都给我出来。15。陆景年死后，我的生活一度好像失去了什么乐趣，甚至于对于宋书瑶我都懒得关注了，就是觉得很无聊，偶尔也会做关于上一世的噩梦，但是也不觉得害怕了。妈妈很担心我的状态，退休后就一直守着我，我也不想这样，可是人总归不是机器，被太多的恨意和恶意洗涤过后，就是会麻木。直到又是一个不眠夜，我吞了两片安眠药，沉沉睡去。我第一次看到了上一世我死了以后的世界。妈妈看着血泊中的我，痛得目眦欲裂，她小心翼翼地缝合着我的伤口。陆景年那时已经一手遮天，妈妈没有马上质问他，甚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还去照顾他。终于在他放松警惕的那天，点燃了家里的煤气灶，一场大火将害我的人一起带走了。我隔着火光看见他的眼泪，是那样的心痛，直到最后一刻他都还在哭喊：我的渊渊，我的渊渊，痛死妈妈了呀，你当时该多疼啊，你该多疼啊，我的渊渊，你别害怕了。妈妈把他拖下地狱了，
再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了。醒来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得满脸都是，对上妈妈那双溢满了关爱的眼睛，她轻轻地擦去我的泪道，做噩梦了吗？渊渊，妈妈给你熬安神汤。我一把冲进她的怀里，紧紧将她抱住。被爱会重新长出血肉，有妈妈在，我还愿意好好的生活，再爱这个世界一次。老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我学了那么多东西，我那么有钱，我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生命，那我愿意今生好好做好事，去交换和妈妈的下一世、下下一世。全文完。